好，这个吴敦义呢入也难入阁，那么消息传回之后呢，那么在南投的乡亲是一早就到服务处去庆贺了。吴敦义的夫人蔡令仪，她是一身的白上衣，那么黑长裤，一身轻松利落的装扮，也感谢乡亲。但是外传说丈夫入阁当了阁揆，但孩子要去卡位当立委。这个蔡令仪面对媒体的时候，她说这个从政实在太辛苦了，不可能的。新阁揆吴敦义南投老家一早服务处门口放起鞭炮来庆祝，乡亲兴奋的全跑来恭喜。哦，这呢就是我早逛逛一班逛一新闻报道啊，我就欢喜啊！啊，吴敦义啊，才有够力啦！伊本来一个高义人啊，伊来做一定是在真适当的人才啊。准阁揆夫人蔡令仪身穿白色棉质上衣、黑色长裤，没有太多的首饰装扮，代表吴敦义感谢乡亲。但丈夫入阁当阁揆，外传儿子也要参加立委补选，蔡令仪很有意见。看他爸爸从政这条路是很辛苦的一条路，包括每个父母亲都是一样，看到自己的辛苦一面，并不需要孩子的来做。不可能，我觉得不可能。蔡令仪今年56岁，和吴敦义育有三子一女，两人当年在表姐的介绍下相恋结婚，过去曾担任中华妇联会高雄分会理事长，最大的兴趣就是居家布置和选民服务。看看蔡令仪身用黑白咖啡色做中性打扮，不爱首饰也不穿高跟鞋，一只表戴了十几年，简单利落轻松自在，就是她的穿衣哲学。夫人高兴之余，表情似乎也有些沉重，知道阁揆要做到让全民满意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南投出了一个行政院长，消息传回老家，乡亲也跟着沾光。郑信武、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。